各位，我係關善如。本港新增70宗確診，當中63宗本地個案，16宗源頭不明，多5棟大廈要強制檢測。另外有40多宗初步確診。確診個案中有31宗係油尖旺區嘅居民，當中14宗喺佐敦指定強制檢測區域。佐敦常安大廈2樓嘅護老院有一個80歲長者初步確診，同層27個院友同埋員工要檢疫。另外，伊利莎白醫院一個護士初步確診，曾經同前一日確診嘅北區醫院護士食飯。瑪嘉烈醫院亦都有一個護士初步確診，冇病人列作密切接觸者。另外，多5棟大廈要強制檢測，包括藍田麗港城5座、岸任村特任樓同埋富榮花園2座、佐敦吳松街121號同埋油麻地渡船街7至10號。